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正位于洞头的本岛。洞头旅游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望海楼就建在海拔227米，洞头本岛的最高处，是国家4A级景区。整个景区占地140.9亩，主楼2700平方米，楼层明三暗五，高35.4米，坐北朝南。望海楼始建于公元434年，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而望海楼主楼1至5层分别是繁毛相依、根海木鱼、闽欧风情、非遗奇葩以及贵宾厅。楼内对洞头丰富的海洋民俗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，且还存有不少名家墨宝，是观赏百岛美景、领略渔村风情的窗口。望海楼的3层和5层设有观景长廊，登楼远望可看到洞头的盖貌。南边是洞头渔港、半屏山，东边是新老城区，西面是7座跨海大桥，而北面则是大海与岛屿。作为洞头历史文化的窗口和百岛旅游第一景的望海楼，以其历史悠久、建筑雄伟、海洋民俗文化气息浓郁，跻身国内名楼之列，被誉为气吞吴越3000里，名冠东南第一楼。而2012年11月，望海楼就加入了中国名楼协会。这么出名的望海楼，你有来过吗？